你看外面盖上车子响，汽车的按喇叭，零碎的杂音都很多。当你一在什么都不管的时候，这个外震同你了不相干，你耳根圆明，非常清净，不要另外去找一个清净啦。然后即使在一片居住卧，任何一处任何一点上，永远保持此心的安详清明。嗨，三年五年没有不成功不成道的。就那么简单，就那么难。所以孔子也说，孔子传道给曾子、曾参。曾子是最勤恳的学生，现在那些人乱用他的名字。有一天孔子站在那里，看到曾参走过来，曾子大概就是我们这样形象啊，规规矩矩，目不斜视，端端正正。孔子就叫他了，在《论语》上的记载你就看到，曾说：“曾参啊。”他不晓得老师站在哪里，他一叫他名字，他一抬头一看，喂，就是是。哈，孔子抓住那个机会，身后五道一贯之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就是这一念清净就对了。所以叫一贯之，就是这个一贯之，就是这个一路下去就对了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一路下去就对了。所以叫做一贯之，现在乱来了，变成一贯道了，哼。这是孔子传曾参，吾道一贯之。曾子曰：“能人，喂，是，知道了，懂了。”等曾子悟道了，喂，是。下面两句怎么说？曾子错，老师当时抓住机会传给他。指点他，就是这个悟道一贯之。曾子曰，曾子说，答复了，喂，是了，我懂了。曾子出回头，他出门了，离开这个禅堂一样。门人问其他同学跑来，哎，你刚才老师对你那个态度不同哎，好像传来你密宗了啊。门人问，究竟传来你什么？曾子曰，曾子只好对这一批同学啊，变成没有吃饱的，晓得他不能懂，就变来的话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啊。老师没有别的，必定告诉我啊，好好去做人啊，好好去做事，忠。后世以外，忠于帝王，忠于领袖，忠于别人，忠于长官，忠于太太，忠于丈夫，对个人而忠，把忠是中国字解释错了。忠，你看中央的忠，下面一个心，两心摆在中间，对一件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不正心，没有不正利的，这个位置忠。因为忠诚孝子非要杀了头就得忠诚，那就是狗屁的中国文化，当然会杀头，为了真理前面自己生命都不管，就忠于即事，所以为之忠。做人恕，女孩子的行程一样，
跟女孩子啊心肠软的，本来生气得很，这个哎呀小姐你很漂亮，妈妈你不要生气，是吗是吗是吗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推己及人，替人自己想，替人家想。你看那个树人呢，女人下面一个生，我们讲骂人的，你这个妇人女子之人，我说你不要乱骂了，妇人女子之人那就是慈悲心的开始啊，啊，你没有妇人女子之人这一点你还做不到呢，所以那个数字是对不对，就是女人下面一个心，心肠软一点，不像我们这些男人死硬的心肠。上周